最大的问题，因为还是不太熟悉这个环境。所以第一个哦，特别注意哦，那城市在哪边撰写？一，请你在 home 的地方点两下，有没有表单？二的话呢，在这个表单上 click 它，啊，就可以在什么呢？在这个叫做 command button 一的 click，这个叫做它的那个元件的名称叫 command button 一啦，因为我们没改过，除非你有改过，像刚刚有同学把它改成叫新增，所以变成新增底线 click，那后面的 click 是你做了什么动作，它会执行里面的程式，所以中间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那我们大概就是把刚刚的A 到 F 栏的资料分别填上去了，可是填完之后呢，可能我还需要什么？哎，把那个哎填的那个总共会有几个呢？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个那个文字方块哈。当它填完之后呢，里面再把它清空。那清空最简单的方法就怎么样？塞一个空字串给它就可以，就是 taskbar 的一点 task 等于空字串，所以会写四行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把游标再放回到哪里呢？放回到第一个。那第一个叫什么？叫 taskbar 一嘛。如果你要把游标再放回去的话，它有个方法叫点 set focus。set focus 意思就是说把游标啊 focus 嘛，游标放在那上面，那就完成一个 cycle 了。OK，应该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程式哈把它分别写上去，大概就写成这样子啊。在讲义里面也有，各位可以参考哦。那里面的话，我又在这边再补一个什么呢？补那个清除资料哦。所以第三段怎么样清除资料？因为都一样，taskbar 一点 task 等于空的，二也空的，一直到四。那最后游标呢，再放在什么呢？taskbar 一上面哦。啊，其实哈，如果你背不起来那个点 set focus 啊，这个也很简单，因为你只要 taskbar 一点下去哈，它底下也会有清单提示啦。所以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打一个 set。哎，有没有打一个 set 啊？哈，set focus 就出来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把游标放在哪一个那个物件上面啊？所以我把它放在游标放上去，就完成一个 cycle 了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完成我们的这个部分的基本程式。好，啊，当然哈，还有就是说我刚刚有设中断点，啊，刚刚同学可能比较不熟的，就是中断点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如果你一下子执行完毕了，那你看不到细节。可是如果你要看细节的话，你可以透过那个中断点，它在执行的阶段哦。假设你把它执行点击的动作的话，比如说我再输入一次哈，Enter。那因为我执行按下新增之后哈，有设中断点，所以按下新增呢，它就会帮我把程式什么停在，哎，这边好像这个啊，这个我刚改了。好，那它会停在哪里呢？停在我们现在这个中断点上面，停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意思就是说让程式停下来。那你的好处是可以再让它逐行去跑跑看，因为你不知道说哦 R 是什么啊，你可以按 F8，按 F8 之后的话哈，就下一行，这一行执行过之后，那你把游标放在那个变数上面，它会显示 R 现在等于8。哎，为什么等于8？一样嘛，向下追踪嘛，追踪是七，要把它加一，不就变八了嘛，哈。然后呢，哎，taskbar 一里面是什么东西？AAA，每一个你游标放上去，都可以看到一些细节。那这些细节主要是帮助哈，我们去看一下程式里面现在的情况，哦啊，如果说你确定没有问题，你就把中断点拿掉，它就结束了哈。啊，其他的话就帮它执行一下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做完的，基本上哈，就是把这个总共有就是七个栏位的资料填完了，填完之后呢，也把资料给清空，清空完之后，游标又放回到第一个这个上面来了哦啊，因为本来是放上去了，那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再输入第二个人，Enter 哦，其实如果你按照顺序 Enter 有没有？它实际上呢还蛮听话的，那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再按下新增。哎，又一个了，好、哦、啊，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了、啊、哈、哦，你它又清空了，游标要放第一个，那你再输入下一个，OK，哎，其实这样的话呢，其实还蛮流畅的，所以你就直接专注什么，专注在输入资料上面就好了，哎，又一笔了，OK 哈、哦，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哈、哦，来输入资料哈、哦，基本上呢，就至少有个规范，让使用者知道说填到哪边去，OK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但是。这边，哦，
刚刚指的是正常情况，因为你知道输入什么。可是有一些使用者哈，他就是跳出来之后，他什么都不输入，像这种情况有没有？里面都空的。假如说我直接按新增的话，怎么样？程式一定会挂掉，而且会挂在哪里呢？侦错一下，挂在这个地方，什么地方呢？算平均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 FacePlus 2里面是空的啊，那空的你怎么转型？怎么去加？空的 就没办法做运算，所以它会跳出一个讯息哦，这讯息叫什么？资料形态不符，哦，空的不是零啦，哦，所以没办法做运算。那基本上呢，要怎么去？让它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不要，就是说哈、哦，产生错误。基本上我们会在什么呢？这个程式的开头的地方撰写逻辑判断，判断什么呢？判断如果啊、哦、有没有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如果它等于空的话，那我就不要让它往下了，而且跳出一个警告讯息，跟它讲什么呢？诶。你这个地方没有填资料哦，没有填资料，我不能让你过关哦啊！可是问题，你要怎么跟 VBA 做这个叙述？前面讲过嘛，最重要逻辑 if 什么呢？如果哦，第一个，我大概检查有四个文字方块，一二三四，所以第一个的话，如果哈、哦、test box，我先检查第一个哈 test box 一里面的文字哦，如果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没有的话，等于空的。then，当然这种情况呢是不允许的。然后 先 then 哈，然后 and if，就是如果它里面没有输入资料呢，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处置呢？第一个哈，当然呢，先跳出警告，什么警告呢？哎，跳一个警告讯息说，哎，我警告讯息是用那个 msgbox 会跳一个什么对话方块，那个东西叫 matchbox。空一格哈，后面的话你给他文字什么呢？请输入姓名好了，比如说你一定务必要请输入姓名。那这边的话后面给他一个讯息提示哈，就是这边我把它切一下哈，请输入姓名，OK，然后惊叹号，好三个好了，好让他知道说一定要输入姓名。再来的话后面加一个逗点，这个逗点指的什么呢？后面会。如果说你那个对话方块上面，如果要一些图示的话，比如说我今天要个叉叉的图示的话，那你可以用什么 VB Critical 啊？后面其实就是按钮的图示啦，啊，只是说它没有图示给你看了。然后理论上呢，叉叉是那个 Critical 比较常用。好啊，再来的话呢，记得 Enter 一下，跳出讯息了，然后警告它了，哦，啊，再来做什么呢？游标再帮它放回去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啊，游标再放回去。这样比较贴心哈、哦，点 set focus，把它放在上面。最后记得了哈、哦，程式不能往下跑，因为呢，你现在如果说到这边哈、哦，如果跳出，它下面还要继续跑，所以记得再加一行叫什么 exit sub，跳离这个程序，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哈、哦、啊。不过我现在呢，只有做一个文字方块的那个筛选。啊，如果你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的话，请记得哈、哦，你就把它复制、贴四个，等于防呆四次就对了哈、哦。OK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假设我今天第一个，假设第一个啊，我先做一个，那我先把这边停掉哈、哦，因为它刚程式跑执行。如果我姓名没有输入的话，按新增，你会发现哦，它会马上跳出什么？哎。请输入姓名，这个东西叫 matchbox。那旁边的话呢，会有个什么呢？哎，叉叉，这个叫 VB critical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呢，我希望在前面多一个叉叉，哎，那就是这个东西。那当它按下确定之后的话，我会把游标怎么了，再移到这个 taskbar 一，把它 set focus，并且让程式结束掉，就 exit sub。OK，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流程。哎，游标再放回去了。强制它一定要停在这里，OK，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？第一个就是防止未输入资料而产生错误哈，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样，所以哈，我们可以在这个逻辑的地方哈，一样把这个逻辑再复制一下，然后分别哈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加上那个第二个哈，请输入也许 taskbar 2吧，然后呢，游标的话呢，就把它再填在2哈，
那以此类推，第三，第四，哦，分别就再去修改啊，修改这个，就是把游标哈，就是再让它，就是往下的话再继续判断啊，所以总共。如果你要判断它是否为空的话，那第一种判断方法哈，第二个的话，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的是它输入的是什么，其实我们在讲义里面也有哈，也有提到新增按钮，然后请输入资料哈，那这边有程式哈，那其实当然呢，判断的方法了哈，我把它区分了两种，如果你觉得底下这个方式哈，要判断四次太麻烦的话。另外一个方法，你也许可以哈、哦，用那个只用一个，那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 test bus 一或二或三或四，只要其中有一个没输入资料，哎，就不要让它过。啊，这种写法是比较精简的、啊。啊，下面是个别判断，不过上面这种写法哈、哦，有个缺点就是，那将来游标放哪里呢？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没填。那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你干脆就放第一个也 OK 了哈。所以上面的写法是，只要写一个逻辑判断，那下面这个可能要分别处理四种逻辑判断哈。所以请各位也许可以先试一下，那程式大概就是一个逻辑加一个 matchbox set focus，最后就离开哈。那这种是第一种可能会遇到的方呆，其实蛮常遇到的。你它完全没输入资料就按新增，那程式一定。如果你没有做防呆机制的话，那它程式一定会挂掉哦。所以这里的话，第一个，那可能后面想到的大概还有，比如说它输入的资料哈，形态不符啊，比如说判断是不是输入一个数字，比如说呢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哈，二三四这个一定要输入数字，可是它如果没有输入数字的话，那我要怎么判断？其实你可以利用那个 VBA 里面有一个函数叫 isNumeric 这个函数，这个 isNumeric 哈、哦，实际上就是你只要把它的那个文字方块里面的资料丢给它，它会帮你检查看看里面是不是一个数字。那当然，如果不是数字的话，就不等于 true。不等于 true 的时候呢，表示它输入的是非数字的话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跳出来啊！matchbox，请输入数字，后面一样是 vbcritical，然后呢，记得把资料清空，因为如果是第二个把资料清空，一样游标放上去，然后 isSub，好，所以第二种防呆机制是，当里面不是一个数字的话啊，所以一定是数字的话就是二三四啊，第一个反正文字都不用判断，二三四一定要输入的是三个乘积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防呆机制啦，所以我们变成说要写哈、哦，也要不要写，也还是要写三段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是第二种防呆机制，那最后一种的话哈、哦，就是也是二三四，二三四里面的乘积，即便它是数字，可是呢，它不能输入什么，可能要大于百的，小于零的也不行，所以如果是数字，再来就判断什么，哎，是不是在零到一百之间？那、啊、如果这样，哎，基本上我想大致上哈、哦，可能想到的这个防呆你都防止的话，那基本上它输入的东西哈、哦，应该就是你要的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之后啊，你就不需要再回头去检查资料是不是有问题。需要做，当然可能还是需要做了哈、哦，因为可能还是有漏网之鱼。那如果有漏网之鱼，你将来在程式里面再去防堵。那以后你这个系统哦，哎，会更加的完备，也就是来的资料都是对的。那来的资料都对的话呢，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检查，因为你会发现哦，其实很多时候啊，反而你检查别人的资料错误的时间，反而还比可能你要做那个后续动作来的更多哦。像很多公司哦，像一些电商公司都一样，就是说前端业务人员你随便乱输入一堆，你就给他一个 Excel 档，他就给你乱输入。回来东西真惨不忍睹，你一直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乱输入，你浪费我的时间，他还是这样子，你怎么跟他讲？因为他也忙嘛，对不对？他你你就你怎么去约束他？
对不对？除非说你叫他的主管，他主管也管不了他嘛，他主管业绩好的话就好了嘛。其他，那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干脆就做一个像表单的东西去规范他，那就是不要让他很自由的去输入资料啊，这样子也节省你的麻烦。这个部分可能蛮重要的哈。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第一个防呆部分，就是不等于空的，好，第一个判断。第二个是不是在那个就是一个数字。第三个是不是在零到一百之间？那是不是在零到一百之间的话，其实在讲义里面也有了哈。If test box 2大于100或小于零，这个是用 or 来判断啊。但你也可以用 and 啦，and 是什么？它要在什么？颠倒过来，它小于一百，小于等于一百，and 而且要大于等于零的话，你可以用 and，反正两种逻辑结果一样哈。然后我们这样就是跳出警告讯息，请输入零到一百之间的数字，清空，然后游标放上去，跳离这个 sub 所以一样了哈。如果你要有三个乘积，那变成你要写三个判断。因为这可能都重复的动作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那个三种可能可以预见的三种防呆机制加上去。加上去之后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后面在做输入资料，其实就会相当顺畅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，而且反正你就是一直输入，一直输入，然后就新增就可以把资料填上去。那请各位试着把刚刚讲的这个。